主席、各位委员、吴院长等各位所长，梅季台风的影响，苏花公路上困住了100多位的旅客、百姓，死伤惨重，问题严重。这个状况不但令我们觉得这一条东部花莲唯一的连外公路啊，需要修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急迫性，更希望中央及地方政府及军方能够在当下发挥过去救难的经验及能力，快速的抢救受困的同胞。记得致力圣河西金铜矿场的救援行动一周前落幕，23名受困的矿工全部顺利脱困，他们走出炼狱，我们学到多少？人家靠着各界的技术及物资资源，成就最伟大的救援任务。其中不单坑道避难所的设计发挥了作用，而且在救难的过程中，智利政府的提出引救方案步骤分明，为了防止救援失败，还提出备用的计划同步进行，如钻挖救生坑的行动采取 AB 两路同步进行， A 计划挫败之后呢，又启动 C 计划在另一个地方开挖，成本虽然高，却保证矿工能够得到最好的救援机会。此外，军方配合打造了凤凰号的救生舱，使得救援的行动完美落幕，一场灾难喜剧收场，赢得掌声。我们学到了多少？面临危机，人家上下齐心协力，引救步骤分明，精准计划，全力以赴。我们感佩智利的引救矿工的成功。我们的国度灾难特别的多，我们却学到了多少？且看今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军方各界如何做好引救受困于苏花公路上的百姓。